好，我是广司小凤。今天呢，我要回来我二伯娘这里拔点这个葱啊，顺便问一下我二伯母怎么种菜的，因为我都不怎么会种菜。二伯娘，干嘛？这个葱种的好好哦。好了，你要我叫你先种一点呗。对啊。哎呦，太好了，我二伯娘这个葱种的。小凤，不要去小永家了，不要去桂林了。啊？不要去桂林了。不用去了，我娘家介绍个男的给你，介绍个男的给我啊。嗯，他家里面也有房也有车，很年轻的这个男的。很年轻啊？嗯。你认识吗那个男的？认识啊。认识啊。嗯。小勇，那里那么远，桂林太远了。嫁了他的，嫁了太远了，到时候我没有时间去你那里哦。作业的时候我没有时间去你那里哦，结婚了我也没空去你那里哦，太远了。是哦，二伯娘。啊，你知道小勇那里离我们青州多远吗？有600多公里吧。差不多哦，500多，差不多600公里，很远的。是啊，比较你不要嫁那么远呗。我回我娘家介绍一个男的给你。介绍个男的？嗯。他年龄怎么样啊？年龄20几岁而已。20几岁，跟我差不多啊。嗯。我回那个。市里面有房哦。农村里也有房，这青州也有房啊。哇，这么优秀啊。嗯，对，自己有工作啊。自己有工作，还有工作啊？有哦。哦，那可以哦。那你喜欢我介绍男给你，还是想去桂林啊？我肯定想嫁近一点啦，但我又怕那个对方不靠谱。靠谱，我介绍给你靠谱。靠不靠谱啊，到底？哥靠谱啊，你放心，我靠谱。你我明天我去叫个男的跟你去相亲看看，你说怎么样？我知道你靠谱，但问题是那个男的靠不靠谱不知道。男都靠谱，你放心，我明天我去叫个男的出来跟你看一下靠谱靠谱。这样子啊？嗯，明天我去跟你说叫个男的出来跟你看看靠谱不靠谱啊，这个男的。明天就叫了。啊，你急了，明天就看了，不就有时间就看呗？你有时间吗喽？我有啊，有时间你就看呗，嫁自己好一点，不要嫁那么远，嫁得太远了，我到时候你结婚了，我也没有时间送你去哦。这个是事实哦，二伯娘，说真的，不要嫁那么远哦，你老爸老妈都老了哦，不要嫁那么远哦。像你姐啊，嫁得近一点，有什么东西我叫她回来吃，你嫁得远了，我叫不到哦。也是哦，二伯娘说的没错，真的。有你呗，反正我不想你嫁那么远喽。我想你嫁得近一点，到时候作业时候啊，结婚的时候我可以送你去。也是哦，我二伯娘说的一点都没错，叫我嫁近一点。说真的，这次我回来啊，我家里面的人都叫我找近的，不要找这么远的，超过100公里的，我家里面的人都叫我不要考虑的，都是考虑50公里以内的。所以说，个个都叫我嫁近一点。其实说真的。二伯娘，哎，扎近一点也挺好的啊、哦！你看家里面有什么吃的，然后、有什么好吃的，有什么好事啊，都回来啊！是啊，像你姐扎近一点呢、啊，好一点啦、啊。我姐扎的太近了，我姐就是隔壁村，在隔壁村就是3公里，离我们家啊，挺近的。二伯娘啊，是啊，这样好呗，有什么东西叫她回来吃啊？是啊，杀过羊、杀过鸡，叫她回来吃的，很近啊，好，很容易啊。嫁得远了，杀过鸡叫她回来，你都难喽。是哦，小凤，明天跟你去我家里看一个男的。明天就去啊？去啊！啊，去啊！这么急啊？急啊！我就介绍个男给你，好的一点呢、啊，你再近一点，我有时间我去看看你呗。靠不靠谱啊？靠谱，靠谱，靠谱啊！嗯，真的。你放心，哎、你放心。哎呀，这一次我回来啊，这个个个都催婚，我姐也催了。然后呢，我大嫂也是催了，我二伯娘也催了，我爸妈也催了，都说我年纪不小啦，该成家啦。然后呢，也担心我嫁得远，所以说啊，这一次我回来，他们个个都催我不要嫁，都叫我不要嫁这么远，嫁近一点。哎呀，其实说真的，我现在好迷茫哦，我也不知道嫁近一点好还是嫁远一点好。其实说真的，我二伯娘说的一点都没错，嫁近一点了，以后我坐月子啊，然后结婚啊，家里面逢年过节啊，都可以叫我去。如果再远一点的话，说真的，他们不会去的啦。别说他们了，我爸妈、我姐他们说不定都不会去。如果嫁的家庭条件好一点还好，如果嫁的那种
宅里面要房没房，要车没车，然后又远的话，他们绝对不会去的，说不定他们都恨死我在这么远。哎呀，没想到我也会被催婚了，每次都是被催婚。前两年还好，就是今年啦，催婚催得要死啊，真的是，哎呀，看来这个人大了就是不一样，到了这个年纪该结婚了，个个都催婚。看到没有，这个就是我二伯母种了这个萝卜，我二伯母啊还挺会种菜的，个个种了这么大，比小勇会种多了。去年我在小勇那里啊，小勇都种不活种这个菜，我二伯娘种了好多菜。我姐啊经常回来拿我二伯娘说的，不是回来拿鸡蛋啊，就是拿菜啊，不是拿菜就是拿萝的，反正炸得近就是好，唯一的好处就是炸得近，然后娘家有什么吃的什么用的都回来拿。我姐炸得近啊，我二伯娘啊，我大嫂啊，对她都挺好的，在里面逢年过节啊宰鸡宰鸭的时候都会叫她回来吃，看来还是炸得近好，真的。